人气韩剧《浪漫圣经之父三》和《彻真鼠医生》同样都是讲述医疗剧情的电视剧，播出后也受到许多剧迷的喜爱。这两部电视剧播出之后，不但收视率都持续上升，在 Good Data 最近公布的最受关注电视剧排行榜中，也都位居前十名。《浪漫圣经之父三》四月底才刚播出，就已经登上最受关注电视剧排行榜第一名，《彻真鼠医生》则是位居第二名。而在十大最受关注的电视剧演员中，《浪漫圣经之父三》安孝燮排名第四名。韩石圭第七名，李圣经第九名，车真淑医生则是共有五位演员位居前十名，其中男主角金秉哲位于第二名，女主角严正化则是登上冠军宝座，是近期人气超高的韩剧女星啊。